赚钱不容易上。图图，你先在这里和小朋友们玩一会儿，妈妈买好东西就过来找你啊。好，嘿嘿，幸亏这儿有个儿童游乐区，不然的话不是买玩具就是买零食，还真不好打分。哇，好漂亮啊，每一件都想买回家。哎，小姐，我想试一试这一件。好的。啊，还有那一件，那件，那件，那三件。哇，姐姐再来一次。请问衣服您都满意吗？这件嘛，领口太大了，不适合我这个年龄。哦，这件呢，颜色太深，穿上去显得老气。这件看着比穿着好，这件太长，这件太短。最后这件嘛，倒是还不错。您真有眼力，这条裙子卖得最好了，这可是最后一条。什么？卖得最好？既然这么畅销，那也就是已经有很多人买了这条裙子了。哦，不不不，本来也就只有几个。那我可不能买。你想想看，满大街的人都穿一样的裙子，多尴尬，多尴尬呀！满大街。妈妈呢？妈妈，是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我有哪一个是妈妈？多可怕，多可怕！你想想，这有多可怕，多可怕！不会的，我向你保证不会发生那样的状况。虽然这条裙子是卖得很好，可是一共也没有几条啊。可是这价钱，天哪，这么贵！那您到底想不想买啊？想不想呢？想不想？不想想啊！妈妈，就是这条裙子，我上次试过的。好，妈妈就送你这个生日礼物。小姐，这条裙子我要了，包起来。好的。真应该狠狠心把这裙子买下来的，看来我只有等秋季打折的时候才下得了决心买衣服了。不过也好，虽然没什么收获，可是也没乱花钱呢。图图，妈妈来了。图图你在哪儿啊？阿姨，阿姨，你是不是在找那个表演动耳神功的小弟弟？他去找妈妈了。什么？哎，图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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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哪儿啊？小朋友，你真的要买吗？真的，真的。可是这个遥控小汽车很贵的，小朋友，你有钱吗？妈妈有钱哦。图图图小朋友，图图图小朋友，你的妈妈正在找你。请你听到广播后马上和身旁的工作人员联系。大姐姐，听到广播了吗？我妈妈马上就会来买玩具的。什么？大姐姐，把玩具包好了。你给我过来。大姐姐，妈妈来买玩具了。谁让你自己跑到这儿来的啊？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着急啊？妈妈今天好漂亮啊。再笑一笑就更漂亮了。这样是是吗？啊，好漂亮的妈妈。漂亮的妈妈给图图买小汽车吧。别以为我会上你的当。图图就要买小汽车嘛。那么贵不买。图图要买。妈妈不买。要买不买。要买。这位小朋友，这位妈妈，妈妈不买就是不买，你想怎么样？可是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图图，小汽车。图图，来吃饭了，快点过来啊，图图。不要管他。不吃就不吃，这孩子真是太不懂事了，一张嘴就要买那么贵的玩具，不给他买就绝食，反了他了。小丽呀，我看图图想要个遥控小汽车也不算什么错嘛，他要是喜欢就买给他好了，何必。不行。他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，要飞机买吗？要大炮买吗？要星星月亮你买吗？爸爸妈妈赚钱容易吗？
孩子的想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吗？哦，当父母的就应该无条件满足孩子的要求吗？这不是爱他，这是害他。爸爸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你到小豆班给孩子们讲故事，不就是为了教育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吗？说的是啊。为了把咱们的儿子培养成现在的好孩子，将来的好男人，今天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。小丽，你说的这些道理我全都同意，不过不吃饭图图他会……没关系，小孩子饿一顿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想吃自然就会来吃的。什么？连今天的早饭都没有吃啊？是啊，这孩子还真倔。健康哥哥，拜托你。我知道了，图图妈妈，今天的午饭和点心啊，我会让图图多吃一点的，您就尽管放心吧。谢谢了，健康哥哥，再见。图图妈妈，再见。图图还要一个小肉丸。哦，好，老公，怎么样？坚持就是胜利。嗯，妈妈和爸爸在说悄悄话吗？没有没有，图图今天在幼儿园里开心不开心呢？开心。看来已经把小汽车忘了。小汽车不要买了。什么？什么？爸爸妈妈对不起，图图不应该要那么贵的玩具，请原谅不懂事的儿子吧。老婆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们的教育成功了。好儿子，乖儿子。嘿，王子答应送给图图小汽车哦。什么？图图，你怎么能随便问别人要东西呢？不是，图图没有要，王子有两个这样的小汽车，是他要送给图图的。那也不行。图图，我们家虽然不像王子家这么有钱，可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富有的。爸爸说的对，俗话说人活一口气，咱们人穷志不能穷。妈妈，我们家是不是很穷？钱都用光了，只剩下一口气。什么？东二三公给口饭吃。不，图图不用担心，米饭有的是，有的是。没有肉吃了吗？肉也有，有。那没有青菜了。图图，妈妈不是那个意思，人活一口气，人穷志不穷的意思呢，其实是……是什么？算了。现在妈妈决定给图图买遥控小汽车。小丽，你可不能随便就……哈，我怎么可能随便？妈妈，我答应给图图买遥控小汽车是有条件的，那就是小汽车必须通过图图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。图图，你愿不愿意努力呀？愿意。好，图图，想买遥控小汽车，就要自己把买车的钱赚出来。让图图赚钱？啊，图图不会。不会赚钱可以省钱呢。对于图图这样的小孩子来说，省钱就是赚钱。怎么省钱啊？简单，平时那些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就坚决不买，那钱不就省下来了吗？什么是可买不可买？不是可买不可买，是可买可不买。比如图图的巧克力，吃不吃都无所谓嘛。冰激凌也不用每天吃，可以三天吃一次啊。卡通贴纸贴在家里乱七八糟，干脆就不要买。嗯，妈妈的口红香水也是可买不可买吧？啊，哦，那好吧，就算是吧。爸爸的报纸、足球彩票也是可买不可买哦。算是吧。我看这样吧，为了让图图买上遥控小汽车，我提议我们全家来一个省钱大行动，省下来的就算是图图赚的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哇，太棒了！这个主意好，图图既能得到玩具，又能受到教育，两全其美，我同意。嘿嘿嘿，怎么样啊？我图图老妈还是有一手吧。小丽。我就是那出得厅堂下得厨房，能文能武，身怀绝技，身材有道，饺子有锋利，武林第一美人。老公儿子，让我们省钱去。图图
知道节省下来的钱可以买更好的东西，节省下来的电可以让黑夜变亮，节省下来的水可以救活小草，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让一天变得更长。图图是不是很有学问呢？